我早就了解你的心事哦，真是泰山也上
长，弟弟我妈，你再见自己的表叔，我老公是在家里休息，阿娘，是娘，是娘，是阿娘对不起你，阿娘，你搞要换丈夫啊？你唔通讲安尼，哪个偏阿无不是的爸母，哪个欧阳甲你说过，你今仔日变成安尼是？好不容易分三乡外，连在伊上门，你敢管你好阮友好咧？细汉我无甲你顾着，无甲你吃着，是嘛你怨天怨地，这是我求情不得，我怨你，我怨你甲你归家。你怨你甲我归家，我真欢喜，玉儿。玉如，你也已经了解你的心事咯。是啊。你应该家家是阮小弟，我会当省你处理呀。我知呀。大娘，你敢知呀？伊嘛讲过，我看到你，我唔感觉你小弟。我若想讲你，若是这样的市民，看你那个走，你敢知我心宽偌平？我无友好你，何你为去这份工？安尼讲，只要你这样平平啊，再三再要奉劝你。那一个下当过年，算个是心灵不平。希望内底哦，下当准备大